全新男子组合 Mirror 即将在下个月举行首个演唱会，呢日其中十指现身记招，提到一众粉丝都好期待可以入场欣赏佢哋嘅演出，原来连 Jeremy 屋企人都要抢飞噃。佢系咁问我几时公开发售啊，所以就问我几时可以公开买啊嘛，所以佢哋都好紧张，惊冇飞，因为佢哋都知即系预购嗰时我哋嘅座位即系坐嗰啲飞已经系冇晒咁样，即刻冇晒，所以佢哋都好担心咯。既然是演唱会记招，冇理由不透露下有什么精彩环节嘅。不知道他们又有没有打算到时 show 机呢？除衫 show 机那个今天就不在这里。即是他可能去做 gym。但我们这一 part 就我们构思看看会不会真的会除一除啊，或者 show 少少机啊。有人说他都在这里。但我们想想这个 concept 是不是真的会除先，我们考虑当中。系唔除，交俾阿姜涛除咯。唔系，我哋可能交俾 Jeremy 除啊！依家谂住最大只系佢啊！依家日前佢哋同粉丝一齐拍 MV， 伊人仲坦言未习惯要周围望镜头，而 Lockman 就大赞粉丝好乖啊！有个 shot 系咧要佢哋好疯狂咁样嗌嘅，咁但系咧一开头咧已经听唔到佢哋讲咩噶啦，但系咧一嗌咗几下 cut 之后咧，佢哋就停咗咯。係，同埋有樣嘢好得意嘅，本身咧佢哋條界咧係企依度嘅，每一個 tick 咧前少少，每個 tick 又再前少少，再前少少，再前少少，去到最後一個 shot 咧，佢哋差唔多去到呢度咁近嘅。另外，姜涛由赛前到夺冠之后都获得唔少支持，甚至喺街道都會有人揾佢集郵，佢都坦言要習慣一下。開頭有少少嘅，因為我係比較成日沉著喺自己嘅世界入邊，所以一旦行街啊咩嗰啲咧，就一有人掂我咧，我就會好大反應，係啦。不過依家要開始適應呢種生活咯，做乜嘢？掂下你啊嘛，掂下你啊嘛。OK。